首先，你打开仪器，点一下，这个是调节器的大小的，一共分为三个单位。这是它的模式，一共有四个模式，A、B、C、D。它的时间一共有90分钟，然后它对应的这些数字0到9是对应这些衣服上面的数字的。如果说把这个关闭之后，这个零就不会充气。这是调节它的时间，调节最大15秒。然后启动它，这是启动键，然后衣服就会充气。然后第二个模式是。第二个是发热，调节它的发热的，最大是调到65。然后启动它，它的时间同样是90分钟，最大是90分钟。第三个是微电。也是四个模式，然后5个，只有在启动它的时候才可以调节能量，最大15。然后可以启动了，启动它之后，它就会衣服充气。A 模式是从0充到9。C 模式是全充。